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别动！凡人怕也就算了，你至于吗？大鱼吃小鱼，小妖怕大妖，这人之常情吗？再说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怕，我只是怕你像上次那样遭人暗算，到时候还得我站出来保护你。行，那不如从现在开始保护吧。哎，你就不是那个，你走前面。嘿，白漂亮，你不用担心。原来以为这墓里会有很多机关，你看，我们不是顺顺利利的进来了吗？外面的盗洞挖得比路都宽，什么机关陷阱早就被以前的人给破了，不用担心啊。那照你这样说，之前进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活着出去的。哎呀，这次有我们在，你就放心吧，赶紧走吧。各位，这边。二哥，你二弟三弟，别动！他们这是怎么了？这里似乎有一股极阴邪的气息，看来是某种阵法。你待在这里别动，我过去看一看。白别动，别回头。我果然没猜错，你肯定掉进某种法阵当中了。你刚刚在石像前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就突然发疯，其他人也发疯，那个妓女侠差点刺伤了你，你也差点刺伤了她。她是传说中的错魂阵，跌入其中掩耳不辨，似是相叠，不死不休。我看到的都是过去和此刻跌进阵法的人，我们亦是在自相残杀。此阵乱人性质，对妖来说确实没有用的，所以你才没有中招。啊，对啊，看见我被困，你居然没有逃跑。那当然了，我可不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，我很仗义的，好吧？始乱终弃，怎么能这么用呢？你怎么知道蒙着眼可以救我？我刚刚看那个奇虎被青牛刺伤了眼睛，突然就不发疯了，我便赌了一把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这回我可救了你的命啊，不许再抵赖了。这个法阵应该是通过石像的眼睛发动，只要你盯着他的眼睛看就会被控制，反而你闭上了眼睛才能走得出去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怎么走啊，这些石像动来动去的，现在路全都变了，而且这个墓室是个圆的，处处都一样。刚刚跟我们那些人已经不见好一会儿了。怕是有人在错魂阵上叠加了幻影术。那怎么办？劳驾您用手挡着我的眼睛。用手挡你？你直接闭上眼睛不得了吗？你闭上眼睛，我拉着你，咱俩冲出去。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走。哎，小心。我们居然转出来了。哎，睁眼，可以吧？我们转出来了，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？